吹寒吸甜口，生活打个勾。大家好，我是恁生活中的总破仔。人讲民以食为天，假奔皇帝大。但是恁有想过，恁一个月开偌济是伫食的身上？所以咧，从今仔日开始，我要来算看卖，我一个月伫食的顶面开偌济钱。每礼拜一结算，顶礼拜开偌济钱？安静的开始，开始食。雪碧，哦，混着冰。今天你就是想要吃这个，要吃麦当劳，要顾我吃，越吃越疲劳。
这样。剩下的就当晚餐，我们现在一天一餐。第三天，今天吃的是烧肉饭吧？哦，大概长这个样子，有菜有肉有蛋，健康的一餐嘛。每天他都这样，只要我们吃饭，他就靠过来，使用可怜之术。下巴的面积越来越往前。哎呦，很热哎！下巴。吃完了。